you say my name. Sing it out, sing it through the night. I like the way that you take my hand. Take it now, make me feel alive. I like the way that you say my name. Sing it out, sing it through the night. I like the way that... Hi, 大家，这一支影片会是我回来拍的第一个影片，因为我不在家太久，我们家的冰箱都空了，所以等一下我要跟朋友去市场补充一下我们家的粮食，去吃一下韩国的小吃。我回来韩国以后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回来这边的饮食变得比较重口味一点，所以我就是一直呈现一个水肿的状态。然后大家有看到我在用这个，它是我觉得很爱用的一个消水肿神器，后面的话我再来介绍，因为我现在呢就是要准备赶快出门去吃东西了，那就跟着我一起去市场吧， Go Go。走吧，我第一次在这边吃的。点了一条饭卷，然后跟这个是皮饼糖，没有，这我一直很想吃，可是没有机会吃，所以今天终于吃到了，开动。它里面其实就是那个冬粉，炸菜，炸菜的冬粉嘛，然后就是拌一些蔬菜啊跟料。哇，超多人呢！这个是排热狗的。耶，吴京龙，我一个吴京龙，你干嘛吃的？啊，吴京龙하나랑이거고추。吃到这个钵钵鸡了，它的年糕超大一个，这么甜甜的，嗯，但年糕不会很硬，就是很 Q 软，嗯，它是水煮的年糕，然后下去弄的，很好的，嗯。它的热狗才1000块韩币，我觉得很好吃，因为那个我之前喜欢吃的那个牛凉哈豆，它一直要卖到4000还5000呢，我觉得味道其实差不多。在那个路边吃辣炒年糕，一定都可以免费加高汤可以喝，就那个煮汤的高汤，煮汤的高汤，煮年糕，煮鱼板的高汤。这家是白老师有来过的哦，所以才会这么红。青江菜很便宜，990，哎，990可以买。联合宝在 eMart 上面买的，990。
嗨大家，我们刚刚去市场吃完饭，然后因为胃口就是比想象中的小，所以我们大概吃两摊就饱了，就很可惜才吃了一点点，然后就两个人都已经超饱，所以我们现在决定呢要去喝咖啡消化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很久没看到的引导大桥。我们现在就是要横渡引导大桥去一家很漂亮的星巴克喝咖啡。我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，有看到背景，等等，大家来釜山玩一定要来这边，真的很美，它的风景就是很釜山。嗨大家，有看我影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我在韩国的时候很常就是自己一个人走来走去，只要是步行大概30分钟的距离我都会自己走，像我刚刚走去市场再走回来，这样来回大概就一个小时。我在澳洲的时候，大家有看前面的影片应该也知道，我也是我自己一个人很常在那附近的社区到处走来走去，走到脚非常的酸痛。那个时候我就很气我自己为什么没有把我的刮痧板一起带去澳洲用。刮痧板是什么？就是这个，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爱用很久的消水肿神器跟舒压神器 Meditherapy 的 Soxar 刮痧板。在 Meditherapy 他们的官网上面你可以看到，无论是在 Never 购物或是 Coupon搜寻刮痧板的话，他们的销售是排名第一名的产品。网络上也可以看到很多韩星分享试用心得的影片，最近看到他们家是 Olivia 美容道具类的销售第一名，是不是很厉害？看得出来他们目前的话就是很受韩国女生的欢迎。在台湾一般的人认为可能刮痧是就是去看中医啊，或是说有中暑的时候才会用到刮痧，但是最近在韩国很流行美容刮痧，透过在家里用刮痧板做经络按摩，然后帮助身体消水肿，加强身体的血液循环。我像我就是一个很常水肿的人，而且尤其在韩国就是很常喝酒，喝完酒以后隔天那个水肿的样子真的很可怕。从澳洲回韩国以后就立刻就是有喝酒的突然要约，我喝完酒的隔天肿到不行，然后我就是有使用这个刮痧板，刮之前跟刮之后的那个对比其实差蛮多的，有没有消水肿其实还蛮明显的。像我常常都会在家里做一整天工作，上班族一定知道，就是你做一整天到了下午或是晚上的时候，那个脚都会因为水肿的关系所以很胀痛很不舒服，早上的腿跟晚上就是会差非常多。然后像我今天在外面走了一整天，会很需要 Meditherapy 他们家的 Soxar 刮痧板去做刮痧，因为它是100%手工陶瓷设计，你不用担心它会伤皮肤，它的质感真的非常好，是我使用过的刮痧板里面最高级的一个。我从大学开始就有用刮痧板去刮双脚的习惯了，那个时候我就是用夜市卖那种很便宜一个50块那种木头的刮痧板，有的时候刮太用力你的腿还会破皮，那个时候就会很痛。给大家看一下我就是今天走了一整天浮肿的双脚，因为我就是今天还有穿袜子，可以看一下，你看大家应该很有感吧，就是你穿袜子然后走一整天脚水肿的话就会是这副德性，就很可怕。你看就是它那个袜子的勒痕很明显，然后你这样子一压会有这样子反白，就表示你的脚现在目前是非常水肿的状态。我在刮痧的时候通常都会用就是他们的这个清爽凝胶，因为配上这个清爽凝胶啊，刮的时候会有一种凉凉的感觉，它的那个质地是这样子，涂上这个凝胶刮的话也会比较顺，比较好刮一点，就会有那种双脚的循环代谢变比较好的感觉。然后我就是会这样子先涂抹的双脚，涂上去了以后呢，你看那个水肿的痕迹都还在，我就是会这样子刮，用这个尖的地方然后去按摩你的那个隧道，也是非常的舒服，会有一种很轻盈很舒畅的感觉。
我也很喜欢去按摩我的淋巴结，就是像腋下这边或是胸前这边，因为你按摩淋巴结的话是可以帮助那个身体的血液循环。这样一个小小的刮痧板，它有这么多的功用，基本上你全身都可以刮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对它的依赖感这么高的原因。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资讯栏看详细的介绍哦。丹丹按摩店开张了，这个是刚下班的韩国上班族。嗯，请问你哪边最需要刮呢？这边还有脖子。脖子，因为你一整天用电脑，舒服吗？你会不会太享受？我跟你充电，不累的很。是不是？这个真的很舒服。有，我有给你。有。只有今天会帮你刮，之后你要自己刮。我自己刮。对。好，谢谢光临。那是。那等我。你要自己刮，谢谢。이렇게그냥간다고Will I see you in the night lights? Oh my girl, I really gotta know